伫旧约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节到第10节。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节到第10节。放羊甲打扫的地，的确欢喜；山芋也要快乐，佮亲像玫瑰开花。伊要开花陌生来欢喜，要有欢喜甲唱歌。黎巴嫩的阳光，加密甲沙仑的水，来要归伊。因要看见耶和华的阳光，咱的上帝的美妙。恁着予软弱的手勇壮，无力的脚踏有自在。对小胆的人讲，恁着刚强，毋免惊。看，恁的上帝要来报仇，要来行极大的报应。伊要来拯救恁。彼时，痴迷人的目睭要开，少年人的耳孔要来。彼时，拜卡的要跳跳，亲像鹿；哀狗的子要唱歌，因为水唱出伫旷野，飞流唱出伫沙漠。发出光的山要变作水池，打扫的地要变作水泉。伫山脚倒伫睏的所在，要有青草、芦苇甲蒲草。伫遐要有一条宽的路，这条路要称作圣的路，有慧的人袂得通经过，转转要做因的路用。行路的人虽然愚妄，也袂惊错。伫遐的确无西，免受也袂上，也无上这条路。伫遐拢无拄着因，独独得着上位的百姓伫遐行。佮耶和华救赎的百姓要倒转来，要唱歌来到锡安，得到永远的欢喜做免忧。因要欢喜快乐，忧闷土悔拢要走去。第二位的圣经，伫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到14节。腓立比书第3章第13节。兄弟啊，我无抓家己做已经得到，独独专注一项，就是袂记得后面的事，第二头前的事，往所差的标来走，到得到上帝伫基督耶稣对顶面吊咱的想。圣经读到这，愿主赐福予听伊的话，搁去行的人。下面咱要来念今仔日的经句。在以赛亚书第35章第4节，伫周末顶面嘛有。以赛亚书第35章第4节，咱做阵来读。对小胆的人讲，恁着刚强，毋免惊。看，恁的上帝要来拯救恁。愿上帝话帮助咱。这是咱要请。